怎么回事？昨天上个月我们给大家讲的，你腿屈习惯了，你最后就一直屈着，那你一屈着，你的后侧还要重心往前移，腿伸直再伸，再伸，那么不超伸，稳定一点，不太晃吗？哎，可以啊，他呼吸的感觉其实，哎，不要那样啊，不要猛地往下走啊，你的呼吸在就可以了啊，吸气抬头沿着，吸气提胸，吐气翘臀。我们先帮他把后侧去伸展一下，整个大腿臀部后侧，吸气，吐气收腹翘臀。哎，看到臀下没有？那臀下再往上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重心是往前移，再前脚掌，你的腿就保持在这个位置。吸气去延展脊柱。吐气，双手抓住我的膝盖窝，双手十字相扣，低头抓呀，抬着头抓，放松啊，扣住之后就不要动了，十字相扣，只做呼吸就可以，后面的动作只做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你放松，放松，你刚才紧张的手不要屈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长一点，吸气，我感受到呼吸啊。他只要呼吸在，我就敢加深；他呼吸不在，你不敢加深的。hold 住三个呼吸。我们吸气抬头，手打在向上。再来一次，吸气，向上抬起来。你怎么那么紧张啊？你别这样。哎，你确定我们练漂浮？你是属于哪种？本来就好好的向上，别上台。我也不是说下来就上，我让他抓住腿跟正手。这个就是练瑜伽的大忌啊！有些人一准备一上台，那个表情不一样。你看他，我让他放松吗？潜意识的紧张啊！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放松的一个感觉和状态。来，再来一组啊！这一组会比较快，吸气，手臂向上，放松一点，吐气向前向下，腿伸直。对，吸气抬头延展，吐气双手抓住我的膝盖窝，低头放松，十指相扣，把手扣实，手臂不要屈，你就不用发力，你只做呼吸。放松，你只能拉到这儿干嘛？放松，对，吸气，手不要用力，吸气。你看，哎呀，你看乱的，大家都能感受到没有？那个呼吸乱的呀，就是他这种状态就很轻松的前屈就下去了。为什么下不去？他身体本身是比较柔软的，为什么？对，呼吸太乱。